瑞穗乡旗美村唯一的布农族聚落，从2018年首度重办布农族传统社耳祭之后，获得族人肯定，年年办理。今年虽然因为原本户数比较少，祭仪的规模比较小，不过举凡是社耳祭中的祭枪、爆战功等，每一祭的环节呢都不马虎的，令人很感动。早在70-80年前，远从南投地利迁移至旗美，最后落地生根的布农族单社族人，3年前第一次在旗美阿美族聚落中办理布农族传统社耳祭仪，传承自己的文化起，便开始年年推动办理不中断，让他可以有好多的奶水让小朋友饮用。所以从前的妇女有时候会背泥碗袋，也就是18度，在这个时候分享锅的热将会放在18度里面，晚上带回家分享给家人。堪称瑞穗乡唯一布农族聚落的旗美布农族，户数以及人口数本来就少，祭仪规模也不大，不过举凡社耳祭典中的祭枪祭、爆战功等岁时祭仪生活文化，每一个环节都不马虎，原汁原味的呈现布农族单社群独有的语言、歌谣以及祭仪文化，令人感动。旗美部落22户，总共77位的布农族人和阿美族混居和平共处超过一甲子岁月。从2018年重新办理暌违76年的社耳祭典后，部落族人开始重视，也年年自行办理祭仪。不仅部落族人共襄盛举，县府原民处、乡公所等公部门也全力支持。布农族事务组长说，就算少数人口身居旗美阿美族部落之中，仍不忘自己的民族文化，要将布农族单社群传统文化传承给下一代。记者石玉兰，瑞穗采访报道。